你后面那个开演唱会还没回来？哦，晚一点，他跟我说大概一点左右到家。哦。没有啊，因为结束然后还要忙一些后面的东西了。啊，聚餐对不对？对啊，就办完演唱会了。 Here's a good spot. We do this. 等一下，我去开个门。哦，回来了。今天表演辛苦呢。完蛋，你们疯了。哎呀，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不胜唏嘘。<笑> 啊，有啦，就有看吼，靠腰。我那时候打完比赛，我第一就开你那个啊。阿比，你有看过阿雄擦新脚吗？